文件咧將 A 同 B 分開頭，因為兩個其實係好唔同嘅撥款嚟嘅。咁你第一個豬流感嗰個撥款咧就係7億啦，另外一個2億6800萬啦咁。咁你將佢兩個混為一齊投咧，其實好唔公道嘅。即係嗱，關於嗰個嘅肺炎球菌嗰個，我哋全力支持啦。咁因為呢個其實舊年已經即係有要求話要做，咁政府係即係遲咗做啦咁。咁但係你另一個嗰個嘅文件 A 嗰部分嘅人類豬型流感嗰個疫苗嗰個咧，即係其實係有好多疑問嘅，頭先好多專家都問咗啦，係嘛？咁所以即係你究竟呢7億買？其實即係我自己感覺咧，政府家係喺一個恐慌之下咧，就同埋喺恐懼情況之下咧，係用7億嚟買個希望。但呢個希望究竟係靈丹妙藥定係毒藥都未知，係嘛？即係佢嗰個藥苗嗰個研究基本上都未有定調。話你未有定調就抌7億，係嘛？即係你都唔知買乜啦，係嘛？你係一個恐懼，個恐懼可能呢個豬流感殺到嚟，好多人會死有事啦咁，我就抌一千去買個希望。呢、這個希望買落嚟嗰陣時咧，正如我所講，喂，即係你好運嘅可能就買到好嘢，就可能幫到人啦。喂，你一個買得唔好嘅疫苗都可能會出錯噶嘛？咁點咧？哦，咁即係可能咧，你唔打疫苗可能死得人少，打完疫苗可能死得人多，係嘛？即係你有好多未知因素，因為你有好多藥。喂，亞士不靈食咗10幾20年，事後至發覺好多呢一個嘅影響啦，係嘛？好多藥都係用咗好耐之後咧，才知道有問題。你未有臨床嗰個嘅證明咧，就基於一個恐懼就買咁多，又要哇用幫成即係數以百萬人打嗰陣時咧，喂，可能有啲人唔打就冇事，打完個副作用可能就死得快啲咁。咁好多呢啲因素係唔肯定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份文件係令人係好憂慮，咁所以主席，我想問即係政府啦，嗱，即係周局長即係對嗰啲嘅病毒嗰啲咁嘅態度，大家都好清楚啦，同佢交手咁多年係嘛？咩態度啊？咩態度啊？我唔清楚啊！你講，即係局長話佢好驚，好緊張。局長知㗎啦，呢個大家明啦，主席啊。我明㗎，不過唔緊要啦，唔緊要。唔係，即係我以前話佢有病㗎啦，已經啊，費事再講啦啊！嗱，主席，我想問即係啲醫療專家啦，嗱，即係你處理呢啲咁嘅疾病幾種方法啫？我唔係專家啦，好多啊專家醫生喺度啦。嗱，一個你如果你有疫苗就用疫苗啦，你未有疫苗。嗱，即係睇嗰個病，睇嗰個病毒病菌究竟嗰個嘅惡毒程度係幾高啦，係咪啊？即係殺到埋身嗰陣時，究竟係咪即係完全冇防禦嘅力量定係點咧？咁如果你有防禦嘅力量，啊，過去證明呢個特敏福已經係好有效，即係呢一個嘅處理呢一個嘅豬流感嘅。咁你既然有一個嘅有效嘅應變同埋應對嘅，咁你嗰個疫苗未清楚之前，你唔好喐住咯。咁你啲人有病嘅，即係當然個併發症有啲問題，你未必控制到啦。咁但係既然已經有藥去呢個嘅治療嗰個病嘅，咁咪有病，咁咪呢個嘅對症下藥咯。咁點解唔係用呢個方法，而係用一個基於恐懼裡面咁真係亂咁下藥咧？亂咁買呢個疫苗咧？可唔可以解釋點解真係係咪驚到騰騰震？真係見到有個水泡就攬住，唔理呢個水泡，即係可能有個炸彈喺度咧。啊，局長，我首先講疫苗同埋特敏福呢個即係治病嘅藥係兩個完全係唔同嘅即係概念嚟噶。不過你既然想即係想專家再解釋一次，應該請阿曾醫生再講啊呢方面。啊，曾醫生，多謝。疫苗嚟計咧，主要就係當個人士係未病嗰陣時咧，係有個保護嘅作用。反而各位議員，我哋聽一聽專家講嚇。阿曾醫生，你請講。哦，好啊，聽到呵。你講啊。唔好意思，可能我麥頭先。另外疫苗是不同的，即係局長咧，唔使暗嘲話我無知，係嘛？頭先我一早已經講明，我知道是兩種不同處理。呢、這個特敏福是治療，另外呢個係疫苗，我講得很清楚啦。所以局長你聽嘢聽得不清楚咧，唔好喺度扮醒目，喺度亂咁諷刺人啦。你俾啊，俾阿曾醫生講，曾醫生講，請講。好啊，我都明白議員其實都好了解個情況啦。我唯一補充就係因為始終呢個個新病毒啦，咁特敏福咧亦都現在係冇錯，係仍然係有效。但是如果呢個病毒係再轉化嘅時間咧，亦都有可能咧係變成一個有抗特敏福嘅病毒。如果出現呢種情況嘅話咧，就呢個藥亦都未必可以係一樣啫嘛。如果嗰個病毒變嘅，你嘅疫苗都冇用噶啦，同樣係嘛？係咪同樣嘅疫苗都冇用啊？阿曾醫生，好啊。
疫苗咧，而家喺開發嗰啲有某幾種嘅，其中有一啲咧就係頭先阿林處長都講有啲助劑嘅成分。有某啲嘅臨床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嗰啲實驗咧就話，如果有一啲助劑咧，佢可能係可以有一啲嘅所謂跨嘅保護。意思話，就算個病毒係出現一啲變種嘅話咧，佢都仍然可以保留。主席，簡單答好唔好？有幾多種疫苗啊？啊，鄭醫生。好啊。有幾多種唔同類型嘅疫苗啊？對呢個嘅豬流感。嗱話，如果有助劑嗰啲，我舉個例子咧，有啲啊，可能即係比較即係深入啲，有啲叫 MF59啊，呢種一種化學嘅成分，當佢係加喺疫苗裏邊嘅話咧，啊，有啲實驗係可以話佢有幾多種啊？可唔可以簡單講有幾多種啊？如果最簡單分法，你可以話有助劑嘅疫苗，或者係冇助劑嘅疫苗。即係有兩種，咁、你兩種都買曬啊？張醫生，目前嚟計咧，我哋就係希望咧透過呢個所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tender 咧，就係、是、去睇睇每一種藥廠佢翻嚟佢嗰個疫苗本身係啲乜嘢嘢嚇。咁從中我哋希望可以揀到一個咧係功效最好。即係你而家都唔知買乜，嗱不如咁啦，係咪主席？我想確定啫，佢而家都唔知道自己買乜就要我哋撥七億，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啊。嗱，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哋想唔想分拆兩分開嚟投票俾議員？阿局長，你答一答。我哋因為呢、這個兩個即係兩大類嘅疫苗咧，都係因為最近咧，我哋係面對呢個人類豬流感呢個疫情咧，係要作出一個政策嚟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大家係一齊嚟考慮，因為我哋咧係認為咧，如果係咁樣做法咧，係能夠俾到我哋即係特別係高危嘅人士咧一個即係全面嘅一個保障。梁國雄議員跟住何秀蘭議員。